一个很大只的，对，就是女山猪，女山猪。然后当时没了，没了，遇到老乡都会情趣。对对，可是当下山上的石头也在这。你们两个胖胖的在一起不是很舒服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啊。所以我后来就是跟谁交往？吃完了那顿饭，就是可能之后就是比较少联络。哎呀，不休假。哇，不是写太有心了，是歌迷啊，是唱没有没有。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比赛，叫做地下八英里，然后它是一个 freestyle diss 的比赛，那通常是没有女生能参加的。那今天刚好来到这里，有这个机会，最近也很红，你有 freestyle 吗？想说可以跟大家一起 freestyle， OK， 给你们开放，你们可以直接呛我，我会直接呛回去的。是啊，那就你们两个就三出来。那我先开始，没关系。预备，请开始。有，哎，随时都可以回嘴的，哎哎，呀呀呀，你们有 free。